来了很多好多的贵宾，我们的王总经理，我们的文燕总经理。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来自于大包电视台的总经理，以及我们各有线电视台的所有的总经理，在座四五的团队，以及在场的美女记者好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真的难得看到我们在疫情严峻的底下，我们居然有办今年度的新北欢乐歌大全。在今年的五月份、六月份，可以讲全国疫情高涨，尤其在新北市。大家要做快，好用一面快，好用一面快，大家做快，好用一面快，大家做快。我们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断的期待，也更希望。新北市祝做快一面，准备回马老几万亿。我们才有明天的事。我们讲了好几次了，经过。每次违法违背了，何必要劳资会议？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助纣为虐。院问，确认修法之后，我们就决定今年要发的。我有一件最美丽的功能。新北市违法合理，劳资会议。我有一件最美丽的功能。我非常谢谢您。在座的所有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跟 TVBS 跟大家共会，跟所有大家一起合作，我们特别邀请了张曼经理的乐当公司来将今年的欢乐夜蛋糕。劳资会议核备的规定。那今天如果不是他透过企业分割，是不是我们工会来办？那是不是你敢不敢去外面跟所有人、外面那些媒体讲说，你鼓励全台湾的资方都用企业分割，让工会没有办法办劳资会议选举，让资方都可以办黑箱的劳资会议，去通过那些侵害劳动权益的条文？劳资局长，我们就来看。哦，我们班打算写成这样，我们就来看实务上的状况嘛。我们就来讨论说，美丽华资方它是不是企业分割，让每家不到30人，然后又变成是说，哦，它根本就是把同一批劳工分成4家子公司，用企业并购法，然后来瓦解工会，他们违法的举办劳资会议。那你前几天4家公司在前几不过4天前，都是那些人，都是美开人在办。现场的人都是孙世雄啊，你可能在现场自爆了，他在大概等自家公司就对了吗？还有凭有据哦，全部同一批人，全部他们那个副总孙世雄，我们工会实务遇到就是我们员工全部被集中在2间子公司，那是不是其他2间公司的选举，我们其他2间的劳资会议，我们工会都没有办法参与？他们要通过什么加班上限、变形工时，还是什么开放七休一，我们工会全部一点声音都不能进去。家呢没有工会会员就没有劳资会议登记，我现在也是唯一鼓掌这个问题。你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参选？不好意思，没有工会的会员在里面，那你就想办法就能通过嘛，就能通过。那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些
两家工会的会员加到你们的关系企业工会啊，想办法让他们加进来啊。我们会加入禁止公司工会。今天每一个资方都要打压工会，没有员工敢入会啊。尤其是看到连劳检这种状况都没有下来，看到劳工局连劳工这边都不帮，看到劳工局帮只帮资方那边，哪个员工敢加入工会啊？针对由谁举办投票的方式，我们也有去函询劳动部，还有劳动部回应的是说，如果是有关系企业工会的话，由公司主办或是委托企业工会来办理都可以，那并没有强制优先是由谁主办的。我们理事长他请会务假，全部被否准，全部被记旷职，被扣薪。你们现在那个案子已经在裁决了，裁决会去处理。那劳检呢？劳检呢？扣薪不能劳检吗？可以啊，会务假的部分可不可以准？你们已经送裁决，就回到劳动部那边去裁决。我们送裁决之前也有劳检，我们要一起走了。我们一边打裁决，一边送劳检，希望我们新北市政府站在劳工的立场。然后你又说要推给裁决，原来只要有劳资争议，我们新北市政府说你去劳动部裁决就好，我不用劳检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我没有讲这样子，因为你刚刚意思听起来很像这样嘛。